巨大天坑暗藏哪些秘密？幽洞暗河，科考队将经历怎样险境？令人惊叹的地质奇观究竟如何造就？怪洞迷雾，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这是高空王子阿地利进行的一场惊险的达瓦兹绝技表演。您注意看啊，他的脚下可是深不见底的巨大的天坑，据说这钢丝绳的长度是547米，说明这个坑洞的直径超过了500米。精彩的表演呢，也让他脚下这处深藏于密林当中的天坑奇观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各种探险队开始走进这处曾经被看作禁地的隐秘空间。然而前去探险的人们却时常遭遇失踪、迷路等种种怪事。这个天坑位于哪里呢？下面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世界？又是什么力量塑造了这样一个自然奇观呢？阿地利当年进行高空表演的天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西南山区，距离南宁市400千米。从空中俯瞰，它就像巨兽张开的大嘴一般，显得阴森恐怖。因为是巨石合围而成，所以当地人叫它大石围天坑。乐业地区山高林密，沟谷纵横，由于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一直很少为外界了解。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次偶然发现，才让这里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这个巨型的石坑让所有初次见到它的人惊叹不已。随着乐业县发现巨型石坑的消息越传越广，各种传闻也逐渐流传开来。有人说，在大石围下面有一个藏宝洞，里面铺满晶莹闪烁的宝石。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庞大的陨石坑。还有人说它是强烈地震留下的印记。各种猜测以及种种传闻，使得大石围天坑愈加神秘。就在社会各界众说纷纭时，2001年3月，地质专家来到了乐业地区进行科考，试图揭开笼罩在石坑上方的迷雾。大石围以下，朱学稳教授就是当时的科考成员。他这个岩层，十几年前那次谷底探索的经历让他至今难忘。这个始于这个。朱学稳，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年从事地质勘探研究工作。由于坑底范围很大，地理环境复杂，再加上十几年前科研设备、探险装备等研究条件都还十分有限，几次实地探查还只是局部了解谷底的地理环境。为了彻底揭开大石围天坑中的种种奥秘，朱教授决定组织科考队再探天坑，地理中国的摄制组也跟随考察队一同前往。考察队从乐业县城出发，驱车12千米到达了天坑所在的山脚下。在山脚下略作休整后，考察队开始向山顶挺进。半个小时后，当大家置身山顶，眼前的情景深深地震撼了现场的每一个人。此时天坑里浓雾弥漫，这可能会给下到坑底的考察带来困难，而且坑底沟壑纵横，科考队在雾中难辨方向，也极有可能引发意外。考察队员首先对大石围天坑进行测量，数据显示坑口东西长600米，南北宽420米，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坑口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相当于60个足球场的大小。
而天坑的深度初步目测应该超过600米，是上海东方明珠塔的1.5倍，堪称超级天坑。面对深不见底又近乎垂直的崖壁，如何才能安全下到坑底呢？科考队员仔细观察后发现，在天坑南端有一个豁口，豁口下方200多米的岩壁上有一个被当地人叫做中洞的洞穴。考察队员们决定以豁口为起点，先下到中洞，再由中洞下到坑底。虽然迂回的线路耗时较多，可是却能大大降低垂直下降的种种风险。根据以往的科考经验啊，这个单绳下降呢，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危险因素。例如，队员的攀附的岩石坚固与否，这坑底是否存在动植物腐败后散发出的有毒气体，天坑底部究竟是不是危机四伏呢？这一切都不得而知。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天坑深处将有怎样的发现？暗河激流当中的神秘生物又是什么？会动迷雾上地理中国正在播出。为了安全起见，除了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之外，科考队还决定由年轻队员下到坑底，而朱教授在坑口上方通过对讲随时与前方保持联络，做出指导。然而刚出发不久，队员们就遇上了麻烦。由于常年受到风雨侵蚀，峭壁上的岩石布满裂隙，稍有碰触就纷纷剥离破碎，落石频发。队员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不仅注意脚下，还要抬头提防头顶。如此一来，仅仅下到中转站中洞就用了3个多小时。午后3点，科考队员终于到达坑底。令人惊喜的是，此时阳光驱散了浓浓的雾气，坑底的能见度大大增加。坑底被大片原始森林覆盖，灌木丛生，青苔遍地，植被似明似暗，宛若地宫仙境。有经验的队员仔细观察坑底的地理环境后，发现此前关于天坑形成的陨石说是不成立的。专家解释说，之所以断定天坑形成与陨石撞击无关，是因为陨石在撞击地面时会产生极度高温，使撞击区域的岩石融化，并改变原来的形态和属性。而在大石围天坑的底部却找不到任何岩石产生变质的迹象。那么坑底是否有证据支持天坑形成的另一种推测，地震说呢？队员们在植被覆盖下的坑底发现大量的碎石。专家认为这些碎石应该是天坑崖壁崩塌的碎屑，大量碎屑物的出现有可能与地震有关。地震会使松散的岩壁垮塌，从而不断加宽天坑的坑体。但是如此巨大的天坑不可能只有地震这一种构造力量的参与，此处一定还有更复杂的地质力量。考察队通过测量计算出坑底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整个坑底呈东高西低的倾斜状。就在天坑西北角的低洼处，一名队员发现那里竟隐藏着一个洞口。由于它地势较低，又被密林掩映，在天坑上面根本看不到。这一发现把所有考察队员都吸引过来了。通过对讲机汇报这一发现后，
朱教授推测，这个洞中很可能存在地下暗河，这与天坑形成密切相关，一定要进洞探查。未知的答案吸引着大家，科考队小心翼翼向洞内进发。很快，大家就听到流水发出的巨大响声，冷气扑面而来。向洞内走了50米以后，一股泉水奔流而下。正如朱教授推测的那样，这是一条典型的地下暗河。大部分喀斯特溶洞都是流水长期冲刷形成的。可是令大家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股细小的泉水怎么能发出如此巨大的轰鸣声，冲出如此巨大的洞体呢？队员们觉得这条小溪的背后可能并不简单，这条暗河会不会成为打开天坑奥秘的一把钥匙呢？考察队员们决定循着水声轰鸣的方向继续前行。在崎岖黑暗的洞内，队员每迈出一步都要注意湿滑的脚下，分外小心。很快，地下暗河通道中出现了溶洞特有的景观，石笋挺拔丛生，石莲晶莹透亮，真像传说中铺满宝石的藏宝洞，令人惊叹。当走到150多米深的时候，突然大家眼前一亮，原来此处正是巨大轰鸣声的源头，一条湍急的地下河赫然呈现在大家眼前，之前的那股细流也在此汇入其中。由于落差较大，水流猛烈冲刷着下层岩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巨大的水声让科考队员兴奋不已，再往里面走，还会有意外的惊喜吗？洞内的发现不断通过对讲汇报给天坑顶部的朱教授，他指示队员继续沿暗河向上游行进。根据以往对于喀斯特地貌的研究经验判断，前方很可能存在更大的暗河，而大型暗河产生的惊人能量可以对研究天坑的成因提供最直接的线索。其他的条件够，如果水的动力作用不强烈，就像一个人一样的，如果是他不是那彻头的饥饿，他吃不了那么一大桶饭。所以这个水动力条件和这个岩层的条件，这个是两个方矛盾的两个方面都要具备才能发生天坑。时间已是下午7点，在黑暗洞穴中，考察队员们只能以每小时不到1000米的速度摸索前行。当行至1.7千米处，忽然前方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水声。大家到近前发现，在岩壁的一侧，一股新的急流正从岩石裂隙中倾泻而出，汇入脚下的暗河。而在急流另一侧的水潭里，出现了更加令人振奋的一幕。科考队在暗河中发现了盲鱼，它们大约8厘米长，通体透明。据文献记载，大约在数万年前，盲鱼的祖先被水流带到了只有很少光线或者完全没有光线的地下洞穴内。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眼睛因无用武之地而退化，变成了今天的盲鱼。对于一般动物来说，没有眼睛几乎不能生存，但盲鱼
却能够依靠其他器官的特殊感应来进行正常的生活。只是它们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因此适合它们生存的洞穴环境并不多见。在洞中发现这一罕见物种，说明这个地下洞穴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而盲鱼能够自成体系地进行生命周期活动，也间接说明这个地下洞穴有着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告别盲鱼，科考队继续在洞中摸索前行。当行至洞穴6000米处，奇异景象再次出现。一路湍急的河流在这里忽然变得温柔静默，而再向前，原本汹涌咆哮的河流竟神秘消失了。本来是越走越宽，水越走越多的暗河，突然水就没了。暗河为什么会消失呢？水到底流向了哪里？考察队员们有些茫然。此时已经是当天的午夜了，由于已经连续高强度的行进了8小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科考行动总指挥朱学稳教授指示大家就在洞中过夜休息。然而在黑暗潮湿的洞穴当中，这一夜将如何度过？天亮后等待队员们的将是惊喜还是未知的危险呢？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队员洞中过夜，竟意外发现重要线索，洞内神秘树井能否解开天坑成因之谜？怪洞迷雾上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在黑暗而潮湿的洞中，队员们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幽暗洞穴中溯流而上6个多小时，可是最终河流却消失在洞中，这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一丝失望。这时一名队员突然想起来，在行进途中他曾经注意到有一处不易发现的树井，也就是通往地下的一个深洞。他的话让大家重新打起精神。被科考队忽略的那个树井会通向哪里呢？眼前消失的暗河会不会是流到了下层某个未知的神秘区域里了呢？大家决定休整过后立即返程去寻找树井一探究竟。第二天，洞外野草上晨曦的露水还没有滴落，考察队已在原路返回的途中。他们想留出更多的时间搜寻错过的线索。终于在距离洞口5000米处，大家找到了那处曾被忽略的树井。它井口狭小却深不见底，科考队决定挑选2名队员下到树井中。经过讨论，2名队员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1个小时以后，考察队终于听到了2位勇士的声音。原来他们从树井中连续下降了120米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地下洞穴当中。这是2位勇敢的队员在位于树井下方的洞穴中拍摄到的珍贵画面。在这里，科考队惊奇地发现，一条湍急的暗河纵贯其间，水的流量以及流向与位于它上方100多米高处的暗河基本相同。这一发现令考察队全体成员兴奋起来，他们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在大势为天坑的底部存在着一个纵横交错的庞大的地下河网，而有了地下暗河网的存在，解开天坑成因之谜也将为时不远了。地下和天坑是一起的，
没有地下水就不可能有天坑的。地下河要有一定的面积，流域面积。我们现在知道的，至少都是500平方公里以上。就说有这么大的流域面积，它才有那么大的水的动力。在接下来的考察中，队员们在大石围天坑及周边区域的地下洞穴中，发现了数十处竖井。以及总计长达70多千米的多条地下暗河，这些地下河水大部分汇入位于大石围区域的白朗河中。据测算，白朗地下河总体的水量达到每年7亿立方米。由此，专家得出结论：巨大的地下河水量足以改变乐业地区地下岩层的结构，最终导致天坑的形成。这个地下河啊，我把它叫做通过式，它是从一边进一边又出了，它是过往过客，它经过我这里，我这里岩层比较软弱，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它从这里过，结果捅了个篓子，结果把这个顶给塌了，变成一个大坑。朱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在远古时代，大石围天坑所在的地区被海洋覆盖，后来随着地壳抬升，沉积的石灰岩层露出地面。由于气候湿热，雨量充沛，雨水降落在石灰石地面后，沿着岩石的裂隙渗入地下。由于石灰岩具有溶于水的特性，岩层下面的地下水夹杂着溶解的石灰岩质，一路溶石洞穴四壁逐渐扩大，在地下形成大型溶洞。这之后，随着洞体加大，洞壁加宽，洞顶在重力作用之下不断向下崩塌，形成洞厅。接下来，地表与地下溶洞长期的溶蚀作用使大厅面积越来越大，当顶部完全垮塌以后，就演变成巨大的天坑。那么，大石围天坑要经过多长时间才形成如此壮观的景象呢？考察队在大石围天坑各方向岩壁上取样检测，最终测得大石围天坑的平均年龄为2.6万年。朱教授说，天坑的科考结论对于研究我国西南广泛分布的岩溶地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看到天坑，它居然在几万年、十几万年就能够形成几百万方到上亿方的空间，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对于自然界岩溶作用本身强度、速度换全新的观念。时至今日，中外科学家们在乐业地区已经进行了10多次的科学考察，相继发现了28座大小不等的天坑，这里被地质学界称为大石围天坑群。而大石围天坑地下原始森林的面积达9.6万平方米，为喀斯特天坑之最，垂直深度约为613米，居世界第二位。地动历险让考察队见识到天坑底部原始森林的美丽风貌，惊叹于地下世界的神秘壮丽，同时也完美解答了天坑的成因。密布的暗河水网不仅塑造了千奇百怪的溶洞，还编织出了一个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地下水系统，为我们展现了地球10万年的演变历程。因此，大石围天坑不仅仅是绝美的自然奇观，更是喀斯特研究的宝地。它的科学研究和审美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明天见。